公安部着手指导香港警务。中国公安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公安部将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察。此前，在5月28日刚刚结束的第13届中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公安部5月28日在其网站上刊登的新闻稿称，要贯彻全国人大刚通过的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决定，全力指导支持香港警队治暴止乱、恢复秩序，坚决维护香港安全稳定，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捣乱、破坏活动，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警察部队独立于中国，中国公安部目前在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没有执法权。路透社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鸾的话说，这是迄今为止公安部将所有权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监督香港警察的最明显迹象。中国称，制定香港国安法主要是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该法的细则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起草。这项由中国人大立法在香港实施的法律将授权北京在香港设立情报机构，包括负责国内安全的公安部和中国主要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香港去年6月爆发了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此后抗议的规模时有扩大，抗议者和警察之间时有暴力冲突，香港社会陷入数月的动荡之中。在对港府无力自行就逃犯条例立法之后，北京失去耐心，决定越过香港立法会的程序，直接通过人大立法在香港实施。这项立法引发了香港民众的不满和抗议，包括民主活动人士、贸易团体、外交人士和律师等纷纷发表声明反对。他们担心这个即将出台的港版国安法可能会侵蚀香港的自由和高度自治，危及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本周五，数百名香港市民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大厦举行和你烂吃活动，对中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安法的决定表示反对。有人挥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也有人高喊香港独立的口号。警方在商场附近戒备，但没有进入驱离。美国对中国人大强推在香港要实施国安法决定表示严重关注，白宫、国务院分别表示反对。一些国会议员提出要制裁香港，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贸易待遇。香港政府回应称，任何制裁都是双刃剑，不但损害香港利益，更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五发表致全港市民的公开信，呼吁市民支持人大国安法决定。他还安抚市民说，香港市民可以继续依法享有言论、新闻、集会、示威、游行、出入境等自由。中国航母黄海实战演习，针对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黄海的动向，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表示，根据年度实验计划安排，中国海军正在组织山东舰进行海上实验，结合开展相关科目训练。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山东号航舰去年11月14日上午离开大连造船厂，进行第9次出海试航，并于16日晚进入台湾海峡后，前往海南岛三亚基地。12月17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交接入列仪式，12月26日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返回大连。据媒体报道，山东舰25日离开大连造船厂，赴黄海海域执行军事训练任务。至于任务内容，任国强仅称，此次训练目的是检测武器装备性能，提高航训水平，进一步提升部队履行使命的任务能力。中国国防部官网播发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山东号航舰甲板在训练阶段时停放7架歼15飞鲨重型舰载战机以及2架多用途舰载直升机，
不过，空拍画面未见到飞行甲板上有作业人员正在训练。据内地媒体网易报道，山东号此次进行多项模拟演习训练，主要包括舰载战机放飞、降落、舰载直升机起降和执行任务模拟、舰载机的加油与弹药补给，以及实战条件下的下层机库升降机等设备运作、地勤人员的快速反应等训练。夏宝龙称，港版国安法不会以言入罪。据香港电台报道，港区人大代表昨日与身兼港澳办主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夏宝龙会面，引述对方的表示，订立了港版国安法后不会出现以言入罪。全国人大通过草案后，将由常委会制定具体条文。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专家草拟法案后会交给常委会讨论，最快一次常委会是在下月底召开，暂时未知是否在议程内，亦未知何时会完成审议。欧盟称不会因港版国安法制裁中国。欧盟本周五在成员国外长会议后正式公布对港版国安法的立场，相当于欧盟外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在会后发表声明，表示对中方做法深切忧虑，质疑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但傅雷利在记者会上明言，欧盟无意制裁中国，我不认为制裁是解决对华问题的方式。据香港明报报道，这次欧盟外长会议原定商讨对华政策，为九月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做准备，但港版国安法争议令会议焦点转向香港。傅雷利会后正式代表欧盟发表声明，形容欧盟对中方在5月28日的动作表达深切忧虑，质疑此举不符合其国际承诺，恐怕会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的高度自治。北京再批蓬佩奥黑色暴力。据香港明报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7日表示，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不值得予以特殊待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出席例行记者会时，重申人大制定港版国安法全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更质疑蓬佩奥跟港独和黑色暴力站在一起吧。赵立坚表示，蓬佩奥言论完全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预中国内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他又直斥蓬佩奥称与港人同行是大言不惭，他这是往脸上贴金吧。另外，英国、美国、澳洲和加拿大外长在28日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立法授权后发表联合声明，批评此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赵立坚同样批评有关声明干涉中国内政，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与英方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澳门以公共卫生为由禁止六四集会。澳门终审法院驳回民主发展联委会在六四举办烛光晚会的上诉，指警方在疫情下参考卫生当局的专业意见，为防止疫情传播和再次爆发，不允许举行集会的决定无可指责。据香港电台报道，终审法院颁布共32页的判词指，上诉人向警方预计集会约有300人参与，历时5小时。合议庭认为疫情有再次爆发的风险，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利益比上诉人主张的集会权更加突出和重要，亦值得政府和整个社会特别考量。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理事长欧锦新认为，终审法院的裁决牵强，将今年六四集会目的讲成人群聚集，但承认在疫情下即使裁决不合理亦会接受。欧锦新表示，将于六四当日8点至10点同一时段改在室内举行晚会，以网上直播让公众参与。俄罗斯华人未回国伪造核酸检测结果。综合中国内地媒体报道，根据中国民航主管部门有关要求，自5月起，所有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莫斯科至北京航班的旅客，需赴俄罗斯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核酸检测，并持书面检测报告办理登机手续。经查验，有个别中国公民伪造核酸检测报告，并持伪造证件登机，故意隐瞒病情，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这种公然违反中国民航主管部门规定的做法，对同航班及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健康安全造成很大危害，给国内防疫工作带来干扰，是极不道德、极不负责的行为。中俄主管部门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相关责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发文提醒旅俄中国公民，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驻在国法律法规，严守两国各项防疫规定，且勿抱存侥幸心理，刻意隐瞒疫情，以身试法，涂改或伪造相关检测结果，以达到冒险回国目的。对确有需求乘坐国航航班回国的旅客，请按照使馆5月3日、10日发布的提醒内容，认真填写健康码，严格进行核酸检测，按时按规定提交国航验查。